开到几点？十二点。开到一点。哎，你带小孩来？你的吗？对啊，不是他的，他不好干嘛哦。好可爱哦，好可爱，来带来烤了，快准备。他正在想他就哭了。好了，各位，等一下有机会我就挂一下你们的优惠好吗？现在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呢，他在今年的各大音乐排行榜上 KTV 全部都是他的歌，是吧？对，你们问我说谁来了，对不对？哎，别问，很可怕。谁来了？谁来了？各位，跟你们说，今天再带大家好好享受一下他的魅力，好不好？尖叫声，掌声借给我们，来自全人们，让我们欢迎潜在的歌手Jay Sean。这是Jay Sean，这首歌送给各位You Will Never Know。我欣赏他特别的幽默跟独白，对他的真让人失了神，但感情部分他只跟我替代，骚动却从他的脸我了解，看得你别挣扎，你到底什么样的自杀，那你依然的眷恋，我只能站在眼中的舆论的线 If I could be your man now， 唯独的是那么的美好，想要能够带你离开这别曾互相对敌，算什么爱？爱爱爱爱，我会留着陪你，陪着你待。爱爱爱爱。这些新的东西就是全部原创，感受不太一样，不一样，因为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不对？对对 对， 对，感觉很好，就一出来大家哇，大家都很爱听，这样感觉很棒。那有没有在筹备新的作品出来了？有在写新歌，就是一些单曲吧，然后
看一下最近什么时候会去录制录这样子。了解了。灵感呢？因为我自己有在学一点这种音乐的东西，或是比方说弹琴吗？弹琴跟说爱我都有，说爱都有。OK OK, okay.。对，弹琴也有，然后编曲那些都有，因为刚开始学，想说可以玩一下。然后发现说奇怪，那我没有灵感啊，我就坐在电脑前面，然后那不对啊，我要写什么就没有。你是说就是那种做 beat 那种？做 beat, 然后想说自己写词，可是要写词的时候说，哎，不过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写妈妈吗？奇怪，妈妈的歌他们都很写的，就听妈妈的话啊，或者什么很多，你就可以把一些平常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那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变素材。比如说打蟑螂这个，也可以。啊，有蟑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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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写一首歌。真的。真的吗？我朋友最近写了一首歌跟蟑螂有关系。啊，真的吗？对。好，那这首歌不能写了。那英雄所见略同，对。哦，所以就是把生活琐事记录起来，就是一些有的没的，或者是朋友讲过的屁话，都可以放进去。可是我朋友讲的屁话都是脏话，可以写吗？你把那个意境写进去，然后稍微消一下，这样。哔哔，就整首歌都是好像谢金燕，哔哔哔，没东西，没东西。这个叫哔哔歌。OK, 了解，反正就生活的琐事，把它变成灵感就对了。对啊，就是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在累积这件事情，就是每天都会。只要你有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一些联想的，你就把它放进去，然后等你要创作时，你就可以从里面拉东西出来看。哦，了解了解。所以各位有兴趣做音乐的朋友们，就可以把生活当中所有的小细节都可以来做音乐喽，学到一课了，知道吗？OK, 音乐课，音乐101，对，街巷的音乐课，各位好。最近呢，大家怎么样去搜寻你的所有动态？大部分就是基本上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那 Instagram 就可以打 Jason, 然后就会看到。对 ，Facebook 也是打 Jason 吧？也是打 Jason 嘛，然后 Instagram 可能就是废话比较多，然后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比较多这样子。不重要的讯息丢 Facebook, 不重要的。丢 Instagram, 对 Instagram 跟垃圾桶有什么两样？差不多。我跟你讲，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对，它就是个发泄桶。哇，它就是你一个平常无聊，无聊有事没事这样 po 就 po Instagram 这样。对对对，就可能如果你是我朋友，你站在我旁边在大便，然后我说，哎呀，在大大便，拍一下，拍一下。那你 Instagram 应该是18禁的吧？也没有啦，我注意哦，我会往下偏嘛，对不对？不然偏到马赛克嘛。对对对，会把它砍掉。OK, 所以大家要看一些无微博的有屁的东西，就去 Instagram 看一下，好吗？然后想要知道最新的单曲或是专辑，就到你的 Facebook, 好吗？ OK, 那等一下唱歌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不能再往后走，好，掉下去，没问题。这样我保护了四叶草，我右手已经是他的了，没有办法再保护你了。一手撑起这么多人，一手撑起四叶草，对，没有一手撑起我们这么多表演者，真的是我觉得很辛苦。我觉得我可能只会撑四叶草。你可能要站在台下，开玩笑的好不好？赶快来听歌的，干什么东西？接下来送什么歌曲给他们？不要问，不要问。好啦，问一下啦。很可怕啦，问一下，好啦，不用很可怕，别问很可怕。马上就来，一不发现他的
副歌叫就贝拉贝拉就贝拉贝拉喜欢就贝拉就贝拉就贝拉会唱吗会不会啊都不会啦好啊可能有点难啦反正就是对你知道的二音乐谢谢Joshua, 谢谢大学的同学，各位晚安。